剪刀石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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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哦，只剩一个。艺人郭书瑶与粉丝在舞台上大玩猜拳游戏，大方送出各式精美礼品。台下同样也涌入不少民众到场力挺，抢完有奖征答拿好礼。三、二、一，满满人潮挤爆南纺购物中心。身为一家人益生菌发妆品代言人的郭书瑶，在情人节前夕来到台南与粉丝相见欢，并向大家分享自己为何爱上一家人。他们家的洗发精跟护发是有加益生菌在里面的，就是可以让好菌来保养我们的头皮。我就觉得，哎，就让我有一点，就突然一眼睛一亮这样子。然后其实长期用下来，我就真的觉得他们家的产品是可以每天使用，而且是全家大小，因为它选择性很多。已代言3年的瑶瑶，这一次提前和粉丝共度情人节，活动好康自然不可少。消费满额不只有机会拿到瑶瑶亲笔签名化妆包，消费满1314还能现场合拍签名拍立得。而瑶瑶指定的爱用款更是寄出买一送一的超强优惠。台湾我觉得气候属于比较湿黏，然后夏天很容易就有那种发塌。我自己只要我是每天洗头的人，我一天不洗头我也没有办法上床睡觉，对，所以我就是会用这个系列，然后到下午也会让我觉得还蛮舒服的，所以夏天快到的话我会推荐这一款。除了瑶瑶最爱的直系列控油发浴外，一家人知名的马卡龙系列也有添加益生菌，帮助打造健康头皮，全家大小都能使用，成为今年百货情人节档期的热销首选。记者陈云婷、大华城台南采访报道。